准备豆腐一块儿，改刀切成三角块儿。锅中刷油，放入豆腐，煎至微黄，盛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葱姜爆香，一勺的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加少许的清水，放入豆腐、生抽、盐、基本白糖、青椒块、泡好的木耳，大火翻炒，出锅淋点水淀粉，家常小炒出锅。